记者朋友，今天是六月六日，亦即是李旺阳在五年前六月六日被刺杀身亡的五周年。李旺阳是所有在八九民运之后其中一个是牢狱最长的人。在八九年他被判囚十三年，2011年出狱不够一年，再坐十年，是去到2001年再坐十年，去到2011年的五月是被释放。释放之后继续被监视，在五月尾他摆脱了当时的监视，接受有线电视的访问，讲出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记得的说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主，就算杀头都不会后悔。李旺阳的胸骨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是感觉得到，但是可耻的中共，在他两次牢狱总共被判监23年之后，仍然做一个是极之恶劣的手段被自杀。大家都见得到那条绳呢是薄到不得了，他的脚都没离地，那就已经被自杀了。几日之后在屋企人完全没有同意底下，是急急所谓的验尸火化安葬，证据全无。这一些可耻的做法令到香港人震怒。五年过去，中共不但止没有在这件事里面还李旺阳公道，拒绝调查，并且在过去这五年大家看得到对于维权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两年前的709大首播去到今日，仍然有很多为数不少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呢是失踪的，有些就说放他好像谢阳那样放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家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些可耻的做法，我们今天就要来跟中联办，透过中联办向这个中共呢是讨回一个公道。咁今日我哋好开心，社民同我哋一齐，我请社民联副主席何浩铭。各位医生，我记得喺五年前，李旺阳佢被自杀之后咧，我哋社民联咧都曾经系为咗呢件事喺中联办外边咧系有一个绝食嘅行动。而家事隔都五年啦，我哋见到咧李旺阳嘅公道冇还俾佢，李旺玲亦都不停系俾嗰啲国安滋扰。不过有其兄有其妹，人哋就系有风骨嘅，所以李旺玲都话俾大家听，佢讲得好清楚，就算佢而家嘅脑出问题，就算佢受到几多嘅压迫，佢都会继续坚持，绝对唔会自杀。我哋亦都唔相信当年嘅李旺阳系自杀嘅。如果佢系，共产党点会咁心急，迅速喺佢死之后几日火化咗条尸啊？再过一排先可以俾李旺玲去做一个拜祭。所有的中共的行为都是见得出，根本这班友全部都是作贼心虚。所以今天我们去中联办，我们又要跟共产党讲清楚，李旺阳的事件我们香港人没有忘记，李旺阳的死亡中国大陆一定要追究到底，彻查李旺阳死因。
办，讨回公道。茫茫李旺洋被刺杀，茫茫李旺洋被刺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茫茫李旺洋被刺杀，茫茫李旺洋被刺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茫茫李旺洋，茫茫李旺洋，追究李旺洋被刺杀，追究李旺洋被刺杀，茫茫李旺洋，追究李旺洋被刺杀，追究李旺洋被刺杀，还李旺洋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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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永垂不朽，无忘李旺洋，无忘李旺洋，无忘李旺洋被刺杀，无忘李旺洋被刺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精壮的工人，到他离开监狱的时候，双目失明，两耳失聪，不能呢是自由的行动，没晒啲牙。大家看得到他住的是监狱的棺材房，是一些根本是不可能住到囚犯的，完全违反人权的暴行。不但指李旺洋自己，他的女儿和他的妹夫都是受到包括是囚禁、软禁、监视居住。去到今日，李旺宁仍然呢是受到国安的跟踪，甚至他要降低，他可能都惊他要报他哥的后尘被自杀，所以他说他是不会自杀的，李旺宁不会自杀，李旺洋更加不会自杀。但今日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屠夫政权，我们要走出来再说多一次，就是要还李旺洋公道。谢文年，我们六四晚都来过这里，6月6日就是今日。其实转眼间5年前我们在这里绝食，5年后今天我们看回这个中国大陆，不但止没有任何改进，而且拉得更多，拉得更惨，又电击，又不让人吃饭，各样的刑都有，各样的刑求都有，又这个是以法治国，要发这个中国梦，简直是笑话。如果在大陆对一个人是这么不尊重，要他分官财房，一个这么狭窄的空间去囚禁一个政治犯，一个极不人道的对待，令到一个人坐监，你可以双眼失明、双耳失聪，甚至是行不到路、吃不到东西，精神又可能出了一些问题，讲嘢都好震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当然声讨这一个是一个杀人的政权，我们要为李旺洋讨个公道，我们在这里为李旺洋先生默哀一分钟。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屠夫政权遗臭万年，屠夫政权遗臭万年，争取民主，争取民主，就是肯投，就是肯投，也不回头，也不回头，向李旺洋先生致敬，向李旺洋先生致敬，追究李旺洋被自杀，追究李旺洋被自杀，无望李旺。李旺洋结束中共专政，结束中共专政，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政治迫害，停止政治迫害，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屠夫政权遗臭万年，屠夫政权遗臭万年。我们是不会放过这个屠夫政权，亦都最一定不会呢是为李旺洋的死呢是要讨回公道，直至
中共是承認了在這件事裏面的責任為止，每一個香港人包括我們都會繼續在李旺陽在他未死之前講出的一個心願呢，我們作為在香港的中國人，我們一定要繼續國家興亡不負有責，對於一個是極權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一個國家和政權，我們別無選擇，一定要抗爭到底。還你旺陽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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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忘你旺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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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你旺陽被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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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權無罪，為權無罪，釋放民運人士，釋放民運人士，為權無罪，為權無罪，釋放維權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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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喺呢一度喺中聯辦，我係代表一位喺頭先我哋行過一位市民咧，係俾李旺陽嘅鮮花，亦都係再一次咧對於呢一個殘酷嘅政權是表示極度的痛恨。我們同社民連建成先生，這個警方的警告是一定不會是放過這一個的獨闖者政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集會人士，這個是警方的警告，基於公共安全請勿拋擲任何物品，以免到在場人士構成危險。无忘李旺陽，无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人民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屠夫政權，屠夫政權，為抄萬年，為抄萬年，无忘李旺陽，无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无忘李旺陽，无忘李旺陽，呢個係警方嘅勸喻，請勿喺未有業主同意嘅情況，將任何物品於建築物範圍內。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屠夫政權，屠夫政權，為抄萬年，為抄萬年，無忘李旺陽，無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無忘李旺陽，無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屠夫政權為抄萬年，屠夫政權為抄萬年，無忘李旺陽，無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無忘李旺陽，無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屠夫政權為抄萬年，屠夫政權為抄萬年，無忘李旺陽，無忘李旺陽，追究被刺殺，追究被刺殺，好，多謝。